如果你去问一个医学生，他学医路上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我相信90%以上的人都会回答你一个字：钱。Hello， 大家好，我是 ICU 谋医生，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对比其他同龄人啊，医学生和年轻医生的收入低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但是啊，前期阶段收入少，并不代表普通人家或者是穷人家的孩子就不能学医。那么今天啊，谋医生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教会大家如何在学医期间有效赚钱。首先明确一点啊，医学是一门需要大量时间来积累知识和经验的学科。通俗来说呢，就是越老越吃香。四个说相声坐着一块对着骂街，嗯，你只要把那三个人熬死了，你就是艺术家。虽然学医的时间成本高，但是请相信啊，以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哪怕你一分钱学费都出不起，大学里各种的助学贷款、研究生补贴以及奖学金都足以保证你一步步读完本硕博。当然如果你足够努力，医学专业的特殊性呢，也能保证你在大部分城市都能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饭碗。所以相比于那些无法逃离北上广深的产品经理和码农啊，学医的优势啊简直是不言而喻。当然啊，也不光是中国的医学生穷啊，国外的情况其实也差不多。举个例子啊，我在美国做住院医师的同学，一个月收入呢是5000刀，1/3缴税和保险，还有1/3呢缴房租水电加上吃饭，最后1/3呢才能留下来自己存着。这还是一个单身汉的花销，如果结了婚带着老婆孩子移民啊，这个钱基本上也就是入不敷出。那日本我就更了解了，虽然大家呢都挤破了头往大学病院跑，但是一到周末啊还是得到乡下的小诊所去兼职。为什么呢？因为大学病院没钱呀，所以学医期间啊，一方面要节流，另一方面还得想办法开源。下面就跟大家聊一聊我在学医期间是如何赚钱实现经济独立的。先从本科阶段说起啊，最早是在大二的时候，我在一家日式拉面店当了2周的服务生，每天工作10小时，一天的收入呢是150元。累就不用说了，出来打工谁不累呢？关键是这份工作呢没有让我学到任何有用的东西。当时我就意识到，与其花时间来赚这些不痛不痒的小钱，还不如早点积累临床和科研的经验，利用知识来赚钱。所以之后的寒暑假我基本上都是在医院的各个科室里跟着带教老师一起度过的。大四大五的时候呢，除了在医院实习，我还投简历去了一家康复医院当院长助理，每天呢只需要远程工作3小时，一天的收入呢也是150元。工作的内容包括了文献翻译、整理医保方面的政策资料，偶尔呢也会跟院长一起去招聘会，参与一些竞聘的工作。这份工作是让我真正学习到了一些医院运营和管理方面的知识，更重要呢是让我明白了兼职的意义呢不单单是让你挣钱，而是要对你未来的规划起到一定的参考和帮助作用的。那硕博阶段呢就更重要了，就拿我的母校交大医学院来说吧，一些比较好的医药投资类、人工智能方向的公司呢都会在学校内推一些实习岗位，对于有转行做医药投资、医工交叉方向的同学，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好的机会，而且留用的概率也非常大。那我自己呢是由于专业对口，在读研的第二年呢就被师兄内推到了一家企业医务室工作。你们绝对想不到，这个企业就是大名鼎鼎的迪士尼。对，就是你脑海当中的那个迪士尼。Oh my god！这份工作啊，我是整整干了2.5年的，收入高就不说了。那我自己呢，也锻炼了一些沟通啊、应急处理方面的能力。当然，最大的好处呢，就是下了班还能去园子里溜两圈。在繁重的科研工作之余呢，给自己找点乐子，还是很开心的。我对金钱的态度啊，一直都是该省省，该花花。那花钱在一些比较好的东西上也是必须的。比如说，就像我一直以来是做流行病学科研的，所以呢，对于统计的要求比较高，所以我就给自己配备了一台性能比较好的电脑。还有，就像我最近给自己新配了一个莱特曼的听诊器，这一支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吧，听诊器界的天花板。相比于那些10来块钱的听诊器啊，这一支是可以把呼吸音和心脏杂音都听得清清楚楚，耳塞的密闭性和舒适度也不错。特别是这个听诊器的头，它是一个亲肤的贴膜，接触皮肤的时候呢，患者就不会有凉凉的刺激感，人文关怀满分。那买的时候呢，我还叫他们给我刻了名字，所以呢，在科室里不用担心被别人顺走。我个人是觉得啊，学医期间选择一个好的听诊器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视触、叩听啊这些体格检查的基础啊一定要打牢。主要我是觉得啊，干干净净的白大褂配上一个好的听诊器，自信心和专业度立马拉满，那叫一个英姿飒爽，在病房里走路都带风的那种。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点，绝对不建议你在本科期间兼职赚钱。本科阶段啊是医学生打基础的黄金时期，与其想着怎么赚钱，不如把宝贵的时间花在你的学业和大创课题上。二，硕博期间呢是可以兼职的，但是最好选择医学相关的领域，尤其是有转
行意向的同学，一定要结合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慎重的选择你的实习公司和实习岗位。第三点，端正好自己对于金钱的态度，为了钱接点私活没什么不好的，大家都是要养家糊口。但是在医学这样一个技术性行业里，如果功利性太强啊，就很容易变得浮躁。如果一直把自己局限在一些蝇头小利里，那自身的能力啊反而得不到提升。好了，本期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请别忘记给我投币、点赞、关注，一键三连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